你知道咱家那来的不是？这一锅一出来，几个人早饭了。<笑>大家好，我是小二哥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神牛县来品尝一家说水煎包，非常不错，过来尝尝。麻鸡煎包。 两三个锅下去做了，哦，马上都要出锅。反正，也两锅。老板，咱这边算路北，算路南。算路北，路南这边。这边路南。哎，刚才两家给他介绍的说这路北，路北。人家介绍错了。我说我搁路北找，我跑两圈儿，一煎包。 啊，这水提前填了，啊，对对，啊，这故事是吗？故事不是专业的吃煎包来了吗？我在这儿，三份两块，三份两块钱嘞，三份两块嘞，啊，你声音大一点，我听不见，三份两块嘞，知道了，一块钱几个？三个，啊，这我要了，一块钱啥？五六块钱嘞。 这一锅一出来，几个人早饭了。两锅剃完了，做的。啥锅啊？我也煎包。啊，等三分钟，两锅。我也煎包，三分钟。我看你像网红小二哥呗，是不是？是嘞。来来来，老师。啊，没一会儿过两包吃这个煎包了吗？非常鲜爽。那俺是全程他的。 你知道咱家那来的不是？啊，俺婆婆请来的，请来的，俺是老板两个人的红人。啊，你算我这个一分钟，我包几个锅？那没有算。俺仨人几楼，俺挣钱的。两个人吃呗。对，好嘞，好嘞，四块，你看，焦黄了，焦黄的。老板，来，盛碗花篮，没事。 干盛一碗，他那碗等会儿再盛。老板忙了，嘿嘿嘿。天天都这样的。生意好。现在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，对，多好吃。花生都腌花。三个。生牛，啊，麻鸡水煎包。这不，馅料。 也算粗吧，可能是有一定佐料，他把它再一撞，他把水捞着了，那面浆捞着破了。老板，咱是牛肉还是羊肉啊？牛肉羊肉啊？牛肉羊肉吧啊！好嘞，哎，羊肉太贵。老板说实在，啊，对对对对，俺把都是素花郎多，素花郎一碗三块，水煎包一块钱仨。 豫东人特有的吃法，水煎包，把它泡一泡，蘸上满满的汤汁儿，嗯，又一番，哇，嗯，小店儿不大，但是生意好。两碗汤，10块钱煎包吧？不行，六块，十块，十块，不行，吃饭付账，天经地义，便宜不便宜？咱俩人的10块钱。